玩放饭，我是小伦。玩放饭带大家出国喽！我们现在人在 Klamath Bali 巴厘岛这个度假村呢，它有两间餐厅，一个是 Main Restaurant， 它吃饭的方式是用 buffet 的。然后我们现在人在的位置呢，就是 The Deck， 它是采用 a l a g a 的方式。a l a g a 呢，在法文里面就是单点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来到这间餐厅呢，它就是现点现做，然后它有很多的菜色可以供你选择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The Deck 的菜单，它有前菜，然后主餐跟甜点的部分。我们现在来吃这个印度尼西亚牛肉，它呢这个牛肉呢是搭配着咖喱的饭。那我们现在来吃看看，它的摆盘其实都蛮美的，蛮精致的，而且。这种就是菜盘，就是这个盘子不是用玻璃的装，是这种竹藤编的，就很有当地的那种特色文化感觉。哦，它的饭好香哦，它一口下去就是有椰奶跟咖喱融合在一起，然后还有一些印度尼西亚的一些我觉得是香料味，然后很香，在口中就这样慢慢的。化掉，我们来吃一块牛肉，它的肉好嫩哦！我在就是插下去的瞬间超软的，它的牛肉真的蛮嫩的，但是呢，它带一点辣味的感觉，我觉得应该是当地的这个香料的味道。就是如果你会怕辣的朋友呢，可能在吃这道菜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了。那我们现在呢吃这个巴厘岛式吞拿鱼沙拉，它的这个沙拉呢好像有用椰子跟新鲜的腰果，然后还有青葱跟豆芽菜做成的。那我们先来吃一口，然后它旁边有一个小的酱料盘是他们的辣椒醋哦，这样看看。好清爽哦，我喜欢这道沙拉。它的沙拉有放这个是，有点像豆类的这个蔬菜，然后这个蔬菜再搭配其他的那些上面的配料啊，还有它的那个酱料吃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豆类有一个可以衬托出那个口感清脆，然后又爽口的那个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沙拉还不错哎。在这个沿海岸边，就是这间的 Deck 餐厅呢，是巴厘岛里面唯一一间沿海岸边的餐厅，就是这边就是海岸线，然后我们就是坐在这边享受着这个午餐，吹着海风，然后再配上这里的音乐，还有餐桌旁边的这个水池，就有一种高级又优雅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玩放饭下次见，拜拜。